责任、野心、遗憾。他初衷他是对家庭、妻子和孩子他都是很好的。宁月就是信任独立新生，他是一个很果断很果决的人。芹灿就是一抹亮色了。天赋其实他的原生家庭开始就很不幸了。我们也是尽量想把剧中的人物塑造成复杂多面的。剧中主题人物里头的职业结构关系到一切的这些发展和矛盾，它有很多很多的细节，因为细节决定成败。我们想就是向观众展示一个互相理解、互相尊重、平等的婚姻关系的重要性。婚姻关系跟这个时代的变化它也在变化，我们还是希望它跟这个时代有一些紧密的连接吧。